这个号是100一小时，小智老师的号。哇啦，真的累呀、啊！还行，哎呀，舒服了，突然又不累了。是穆老师，来嘛！不在了吧？全是抽注啊！这波单杀，我靠！这波单杀全是细节、啊，偷着学吧，你们就小艾克们，偷着乐吧，学到主播这种艾克狗，这么有抽注，这么有含金量的单杀。啊！等我啊！不是你这个勾空了，我玩你的那个啊，这不恶心人吗？哎呦，下路什么玩意？破败王在，哎，好累。一切得来不易，所以才有我的努力。下路是什么怪物啊？不是，这两兄弟是什么怪物啊？好离谱啊！这两个是人啊？这锤是跟这个，这下是真有点累了。什么东西啊，他不是 ADC 吗？他也不是辅助啊，有这么夸张啊？他不是辅助老鼠，我一开始一级被他点，我还以为他是辅助老鼠，然后后面看了一下，他是 AD 老鼠，还不一定是辅助啊。哦，还行。真的，你听啊，下了这么强的组合。
八嘎，怎么能游走啊？抓下吧，那下路不搬玩不了，感觉我想直接去着不。哎，好逆天的 Q 啊！啊，好逆天的 Q 啊！还不走，还行，舒服了。三层寒冰打野，对面装备都好好。是的，没大不了的话。
那神儿子不？会赢的。站中啊，还在那边逛什么？赶紧上来帮我推啊，这不老鼠隐身的话很危险。我去下来帮我一下。别锁屏啊。
条大呀，大哥。哎呦，笨蛋！这。这不纯纯笨蛋吗？这不挑大吗？我被看到了。但是我也看到你了。哎呀，没移出去。哎呀，难受了。好累呀。我想拍呀，拍了杀了。怎么会这么累？偷吧。这波我肯定是想E的。这波不E浑身难受。零杠八是时候来点作用了吧？我靠，这也能夸？零杠八是时候来点作用了。那早就该勾到人了。我26个残团，他9个残团，你妈的！
早该骂了。别撕哦，我去抓万哈。有影。得啊。哎呀，有点难受了，好贪啊！坏了，又给老鼠中了。哎呀，这给他 Q 到了。还行，比前绝开大拖一下呀！哎呀，真的累呀！这能给对面回这么多，少回一个感觉都一波了。少回一个感觉都一波了，那这波魔看秒不掉的，可惜。还行吧，没塔了。4700，3600，真变态啊！这把伤害好高啊。你在干嘛？两个人收，
打呀，怎么不打？在等啥？剧中啊，喂，我们有大龙啊，大哥。啊！哇操！不是，你。你妈真死了，崔师。哇！不是在那挂机都来了呀？能这么恶心啊？太闹，本来打的就差。真的，这是真的有点恶心人啊！不是他站在那挂机，真的很搞啊！快快快，一波一波，这波必须一波了。